现在是抓满载的季节，对着东北季风渐强，天气渐冷，天还未光，抓满载的渔民拢爱不时来巡，有时都爱透暝困伫这间小茶厝的内底，扇风避寒，非常的辛苦。啊，今年下着这季拍拍，啊，即摆已经开始有，但是数量无足济。啊，已经开始有。啊，你目前敢要捡有抓着吗？有抓着，啊，拢一只半只安尼。最近几天台西未了沿海气温持续下降，有渔民抓到南山龟尾的麻仔，因为今年的气候较热，所以初期的麻仔数量无多。和开盘收港的介绍，每一尾有95块，会当讲是创下历年来开盘的新高价。好天价啊，安尼拄着这种价钱，哎。我这款价钱对你来讲，安尼抓麻。哦，当然看到介绍是感觉足幸福的，但是到底抓有啊抓无也唔知影嘞。这海的物件足歹讲的啦。因为明仔在气温向阳降落来的时阵，就会大量出现，因此渔民拢会把握这个机会，在国大排出海口附近来驾驶网啊，捕这种俗称乌金的明仔。这位渔民的运气未歹，将网啊抽上来检查一下，竟然都有小小的收获。心情真欢喜啊，已经有见到乌金了啊！啊，这网啊，阮对阮来讲算乌金啊。天价啊，今年的价钱佫特别较好。这两位可爱麻仔，和渔民真有信心，期待丰收好过年。期待啦吼！对，总逐工嘛拢怀着足期待的心理啊，我会当加收一寡，安尼今年就较好过年啊。对着天气渐凉，伫台西未了沿海地区陆续传出好消息，因为今年抓到的麻仔是透明白骨的，因此预估今年抓麻仔的工作才拄开始，相信是一个丰收年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